田志华老师哈。表演期间我就不做介绍哈，让大家专心可以看他的练习。接下来是这个由刘友老师带来的地支八卦单操，请吴老师介绍。现在那个孔，我们欢迎他好。先孔友友练的是那个我们那个柔身连环八卦掌里面第四个大的部分，就是单操式的一个部分。他现在要练的是第一段的部分啊，前面的八个掌法。好，我们现在来欢迎他。
再来呢是由郑德山跟张博渊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支八卦本手对练。我把本手简单介绍一下哦，像刚才那个孔悠悠老师他表演的是那个地支八卦的单超式，单超式呢一般分上手跟下手，刚才他练的是一个上手，有上手就有下手，万一上手下手两个人合起来对练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卸法。卸法呢 以卸法为基础，再加上走法、哦、再做一个对练的一个变化，我们叫做本手。现在那个郑老师跟张老师要表演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本手的部分，好，我们现在来欢迎他的演练。带来的形意五行拳，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哦。刚才他们练的那个本手是刚才那个我们八卦掌那个地支八卦六十四掌里面的前四手哦，那个后面都是有陆续的互相的那个对练的一个套路。八卦掌呢，柔贞连环八卦掌，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武术哦。一般人我们认为八卦掌好像只有在转圆圈而已，可是，在我们的八卦掌的范围里面啊。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综合性武术，从无极拳、两仪、三才、四象、哦、五行，现在要练的就是五行。五行就是所谓一般讲的形意拳，都是在我们八卦整个八卦掌里范围里面哦。下面还有六合，等一下那个最后一个表演的就是六合，也是我们八卦掌的一个武术的范围里面哦。现在五行呢，一般简单分成几个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我们简单讲就是五行拳哦，就是劈砖崩炮横五行拳。可是呢，我们前面加了一个那个左右鹰抓式，最后一个做了一个那个钥匙入林式的一个结尾，所以总共练七个式子。然后那个十二型也是一样哦，龙虎猴马驼鸡雁哦，这个总共十二个式子哦。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连环的一些四法的一些套路。好，等一下我们那个八四拳也是属于这里面套路的之一。现在呢，我们就先请那个连老师练一下那个表演一下那个形意的五行拳哦。好，请他。
接下来这个由张博渊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形意综合套路，他现在要演练的哈，一般简称就是说综合形意拳呐、啊，就把一些那个五行拳，还有十二形呐、啊，还有一些连环四法的一些套路，他自己做了一个组合。哦，这个就没有一个定式，完全凭那个表演者的一个自由发挥去练习。好，我们现在来欢迎他。